副主席，香港精武会资深教练证书，香港中国国术总会师艺师资训练班导师，香港中国国术总会国术裁判训练班导师。我哋先嚟学习七星螳螂拳嘅31种口诀同埋19种步伐。勾，将条手画成弧形，将敌方来势勾向外门。流，用勾将对方的攻击勾向外门之后，顺势将来手捉住，制止敌方的行动。彩，将对方捉住之后，以彩手顺势一拉，令敌方失去重心，难以招架接踵而来的攻势。通常勾、流、彩手是连贯使用的。挂，挂就是将敌方从顶部来的攻击由下向上架开，如果敌方的力量比自己强，那可能会招架不住，所以我们要将桥手转动，射开敌方的力量，将来手弹向外门。雕，雕子是七星螳螂拳的基本姿势，很多时候啲人将重心放在前面，而握拳的姿势亦都是错误的。正確的姿勢是將食指向外，而其他三隻手指收攏合成拳狀，而且將身體的重心向後，這樣才不會向前傾倒，而雕子亦可以方便將來手捉住。崩，將襲擊中路的來手壓低，同時以拳背打向對方的面部。尖黏，尖就是以桥手接触来手，黏就是将来手黏开，以制造进攻的机会。贴扣，贴就是顺势进马贴近对方，而扣就是以手踭扣打敌人。添闪，以左掌将敌人来手拍开，同时以跨腹部闪向敌人的侧边空位，以右拳打向敌人的腰部位置。腾拿，以勾、流、彩手将来手压下，使敌人失去重心，同时跳起踢向敌人。错，将来手压下，同时跌步逼前击向对方的下颚。捅，以桥手将来手挡开，以直拳击向敌人胸口。跳，将敌人来手挑高，同时跌步冲前打向敌人的下阴。风，将敌人来手按下，同时跌步进马，掌击对方的下颚。保，将来手封向外门，同时直拳击向敌人的中路。圈，将来手压下，右拳画成弧形击向敌方的头部。细劈，以桥手由上至下劈向来手，伤害对方的手腕脉门。前，前是一种被压制的情况下作出反压制的技术，当桥手被人捉住，我们转动桥手反擒敌人的手腕，再紧锁对方的手指，再将对方的手腕扭转向下压，以扭伤敌人的手腕，同时踩住敌人的马步。透，
当两手互相牵制嘅时候，我哋突然放开一只手，喺敌人两臂之间反掌打向对方嘅面门。呢一招突如其来，所以有第三只手之称。留，将来手揿低，我哋嘅桥手喺来手嘅下方露出，击向对方嘅头部。翻，将来手拨开，右手击向对方嘅颈部。顶，将来手挂开，右拳打向对方嘅下路。磅，俯身冲前，以桥手撞向敌人嘅腰部，将对方撞开。捽，将来手扭转，同时将敌人嘅手掌向上压迫，扭伤对方嘅手腕。劣，将上路嘅来手擒住，同时右手由下向上攻击，伤害敌人嘅手踭。提，提起马步避开敌人下路嘅攻击。弹，如果敌人以双拳攻击，我哋就以双掌插入敌人两臂之间，将来手向外分开，翻掌弹向敌人嘅面部。